诗篇119篇37节，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，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。在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里面是说，帮助我的眼睛转离幻觉，让我只追求那真实的。求你用生命浇灌我的灵魂，当我在你的道路上行走。常常在人生的道路中，我们好像会走到一个地步，就像这个图片中的人，眼前看起来好像走到尽头，无路可走，常常我们眼睛看见的都是那么真实，我们的环境，我们的仇敌，我们的感觉，世界的各样危机，每一样都那么真实。为什么诗人说那是幻觉，是虚假的呢？原来，当他看见那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，当他进入神的同在，定睛在神的荣耀的时候，那更高层次的真实临到的时候，那些低层次的真实自然就显为虚晃，就必须退去了。天堂的真实就取代了地上的虚假。所以我们多么需要追求那唯一真实的，我们多么需要看见主，你才有能力转眼不看虚假，才有能力在他的道中生活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我看见主。我们现在不只是站在地上，我们站在我们的大君王面前朝见他，他已经我们的眼，他已经开我们的耳，他已经将尊贵荣耀为我们的冠冕。我们今天以神儿子的位分站在这里来敬拜他。我看见主，在全地万民敬拜神。
five senses.就让我们亲眼看见你高高挂在十字架上，你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。我们今天要再来单单的敬拜你，将一切奉献在你的身上，在你的脚前。谢谢你今天要与我们面对面，就让我们认识，更深的认识你，更亲密的认识你。是的，主啊，当我们亲眼看见君王宝座上的羔羊的时候，还有什么地上的虚假，能够存留呢？主啊，我要看见你，更深的看见你，更亲密的看见你，认识你。带我们进入你的同在，主，一定还有更深邃的层次，更奥秘的境界，是我们未曾探索过的。主，把鸽子眼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更深的聚焦于你，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让我们里面的黑暗，让我们里面的虚晃一层一层的褪去，一层一层的脱落，圣灵来我们进入更深的，进入主的真实里面。
主啊，谢谢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了你，看见了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你。是的，大山哪，你算什么？当神的真实彰显的时候，你必成为平地。风浪啊，你为什么狂傲？当主的真实临到的时候，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一切波涛都要被平静。主啊，保守我们的眼睛，把那转眼不看虚假的能力赐给我们。越是惊涛骇浪，让我们与你对焦的能力就越被增强，以致风浪触摸不到我们，反而提升我们行走在你超自然的道路上。让我们的灵魂被你生命的大能所浇灌，以致我们可以与你一同行走在水面上。主，谢谢你今天在我们里面所做的，继续提升我们灵魂的高度，以致我们所看见的、所感觉的，不再是那些虚假的，而是那位诚信真实的你。保守我们的心一直活在你的诚信真实里面。今天等候神聚会就到这里，求主继续保守我们转眼不看虚假，叫我们在他的道中生活。